长、市长、李秘书长、各位议员、市府各单位主管、各媒体小姐先生、本会同仁，大家好。现在出席达法定人数，恭请议长主持。好，林市长，我们李秘书长、本会叶秘书长、各位议员同仁以及市府各单位的主管，还有各位新闻媒体好朋友，大家早。好，我们讨论昨天没有讨论完的第二案，我们现在请我们交旅处，我们啊不是那个督发处，我们好啊，我们庄龙清庄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对于这个军用码头的迁移，我想我们本会同仁，我想大家都是赞同，是这个军用码头是应该要迁移，也这也是长期对于我们这个军方也好，港务局也好，这是我们基隆市要求啊，希望军用码头能够来迁移。但是我们在案有提到，军用码头迁移是朝这个台北港的方向来评估，但是我们很遗憾，我们督发处只有在短短几个字提到说，这个军用码头迁移到台北港，因为牵涉到经费非常庞大，而且国防部不同意，而且这个经费非我们市府所能够负担的。所以我在这边我请教我们基隆市政府，对于军用码头的迁移所需要的这些经费，到底是由国防部，还是由交通部，还是由基隆市政府来负担这个迁移的经费？我想这个应该基隆市政府应该要讲清楚、说明白。我想我不知道说我们基隆市政府有没有接到我们轮船工会、船务代理工会、装卸工会所提出的这些陈情书，他们希望说根本解决之道是应该把军用码头这个迁移到台北港，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基隆港能够整体的来发展。那结果这个就因为这几个字而已，所以说我想我们是非常遗憾啊，希望说真正要解决问题，我想是如果说长远对基隆港、对基隆市能够来发展，我想是应该把这个金港迁移到台北港，啊，迁移到台北港。那我想，这个欧洲三位都提到说，我们基隆港是能够希望说能够作为这个邮轮的转运中心。那现在这个邮轮的这个人口数一年比一年增加，现在一年有两百多个航次，可能要达到70几万人。那你知道现在的邮轮都10几万吨，如果说邮轮的进出港，他在做进出港这个动作，我想整个基隆港所有的船只都要停下来，没有办法进出了，就要等这个邮轮进出港，他这个动作完毕以后，这个其他的才可以动作。那如果说金用码头是在迁移到西岸，那如果碰到紧急状况，军舰要出港。那刚好碰到邮轮在进出港，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做？所以说如果说政府重视民意，既然这些工会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在基隆港，在基隆港的相关来这个行业，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是最懂得基隆港的一些相关的作业，既然他们已经提出陈情，我想我也要听听我们基隆市的对于这几个工会所提出来的到底有没有重视。我想新政府一直提到新政府新民意，那新民意是应该有新的作为，而不应该只有把东岸的军用码头迁移到西岸。我想基隆港就这么大，为了基隆港永续发展，这个军用码头还是要迁到台北港。我想这些种种的问题，希望说我们这个基隆市政府是应该要正视，而不是有敷衍的态度。我想以前的就你们讲的旧政府，就因为很多事情所做的不是有民众所想要的啊，就以这个简言深，只有到百福社区
而且还在做可行性评估。东岸金用码头迁移只迁移到西岸，换汤不换药。我想这样子对基隆整个发展，我想绝对是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根本解决之道，还是要建议，还是要要求整个金用码头迁移到台北港。我想整个东岸才能够来真正的能够来充分发挥利用，能够对于观光、对整个就业、对整个商机，我是才有帮助。而且基隆港务分公司也应该要配合整个基隆港，啊，邮轮既然航次那么多，既然邮轮的观光人口那么多，那你是不是应该对于整个东岸的这个旅客大楼，是不是也应该一并要赶快来这个新建，盖一个比较符合这些外国的这些游客到基隆的，这个它进出可能会如果有比较新的、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港务大楼，我想对于整个外国旅客到台湾，我想既然基隆港是台湾一个门户，那如果说我们有好的这些设施，我想对于整个观光的提升、整个国家的门户的提升，我想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根本解决之道是应该把金用码头迁移到台北港。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庄议员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洪生勇洪议员。我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我们的旁听席有我们海大通识教学的一些同学来到现场，我们跟他挥挥手好不好？我们的荧幕稍微带一下好不好？来，我们议员照相，来挥挥手，欢迎大家。好，我们现在请洪生勇洪议员、林明志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啊。其实金用码头的一个迁移哦，它整体上是牵涉到整个国防的一个需要哦，跟一个国防一个政策安全上一个考量。那么基隆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有金港的设置，那表示说我们北台湾的部分一直需要有海防的一个进驻跟机能，所以整个金用码头的一个迁移，如果说我们能够将金用码头迁移到别的港口，那是不是会将整个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个金用码头东岸西移的这个案子呢？啊，被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好，就把我们给裁撤掉，那恢复成原来的金用码头还是在西岸的，东岸的这边。我想这样子对整体的未来的基隆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发展，以及城市一个规划的部分呢，我想会重新回到之前哦，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啊状况。那么基隆啊市民呢，长期以来十几年来，经过好多的市长，一直希望说金用码头能够啊从东边迁移到西边，那表示说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基隆市的市民以及不管任何政党的一个市长，他们都希望说为了基隆整体的一个啊城市规划的一个方向呢，希望金用码头能够整体做一个往西边的这个部分来做迁移。那么有很多同仁啊，以及那个邮轮工会，他们想说，万一如果战争的时候，那军舰的一个出入，是不是会影响到邮轮以及货轮的一个进出？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只要发生战争的时候，所有啊路上的一些卡车、货车，完全呢都要受到这个啊军方的一个控管，做的施工。等于就集完所有的军用的一个物资上的一个补给。那么相对的，今天如果说战争的时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战争了，它事前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迹象，那只要那些迹象跟那个时候如果开始战争的时候，我想基隆港可能整个就变成军用的一个码头了，不会说这边军用的我出船出去休息，村内货轮还在这边整体的做一个运输。我想这个应该是每个市民应该都能够考量得到，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作战的时候，我想整个基隆港的所有的码头绝对全部都是军用的一个
一个使用，不会说这个码头分的其他所在拢是货轮来进出跟游轮进出，我想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哦，是不可能哦。那么从过去的那个中央政府哦，他也是不管是为了选举来到基隆来骗选票还是怎么样，至少他也感受得到啊，我们基隆市市民真的渴望金用的码头能够东岸西移，因为整个基隆市的一个未来整体的一个观光跟一个城市都市计划的一个规划哦，其实金用码头还是要东岸西移啊。我想这样子对整体的一个东边的一个廊带的一个未来观光、游轮以及都市景观的规划才能够整体性，才能够整体性，这个才是整体基隆市市民哦他们所需求的。不然哦，这种东西不会经过十几年来好几个朝代、好几个市长，他们都希望这样子的规划。那么中央之前也不会真的为了骗选票，从马英九到江宜桦，他们针对基隆市市民未来都市整体的一个规划，他们才会在选前的时候极力的一个保证，金用码头绝对东岸西移，绝对东岸西移。那所以说，从种种的迹象以及市府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报告内容来讲，真的是要请市政府尽量的积极去要求我们中央哦，赶快将东岸西移哦，将这个金用码头东岸西移，这个才是未来基隆市之福啦，未来基隆市之福。所以本席在这里还是郑重的希望我们待会主席能够裁示，要求我们基隆市政府积极要求中央将军用码头能够东岸西移。以上本席建议，谢谢。好，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林明智林议员，我们张耿辉议员请做准备。谢谢长，我想先整理一下啦，因为大家在讲那个东三四码头要西迁到西岸码头牛稠港那边，我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到底被刷在哪里吗？第一个事情，大家对前提到底知不知道？那这边提供一点资料给大家啦，就东四五码头要迁到西岸牛稠港的位置，大概有四个部分。第一个是西八码头的110公尺那个部分，包括它的后线；第二个是西十一码头，再来是西十四、西十五码头整个后线，它整个面积大概是2.39公顷哈，兑换东四五码头大概将近1公顷的土地啦，但是前提是黑龙得能够两个试射的单位，一个叫做国防部，一个叫做交通部，或者我们讲港务分公司啦哈。然后，昨天也有我们同仁大概把这个军港迁移的大事记大概讨论过一遍哈，跟大家说明一遍，很详细，但是有些补遗的部分我也说一下哈。实际上在3月16号，立法委员蔡世英国民办公室针对台基隆港东四五军用码头迁移的会议有做一个专案协调，然后会后才衍生出3月29号由基隆港务分公司邀请航商代表还有基隆市政府国会办公室一起来做所谓的军港迁移的相关的意见协调啊，那一场我有去，然后航商代表意见我们大概也都有听到，那也是也顺便刚才有同仁在讲航商代表的意见有没有被了解到，事实上是有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我后面还有一些公文待会也跟大家讲一下啦。到因为目前我们市政府给的公文最后的时间应该在4月1号，但是我待会给大家讲个公文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哈。到4月8号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把整个迁移的过程都定掉了，而且把预算都编好了。哦，预算编在哪里？编在台湾国际商港未来发展及建设计划106年到110年，总共编了两个部分的计划，一个是针对未来基隆港东四五军港西迁之后造成航商的影响做的应变设施，总共编了12亿9000多万。那做什么事情？第一个阶段，当然港湾浚升是一定要做的，再来是把我们刚才讲西八码头现在拨给那个军方之后，就是基本上以前西七西八都是散装货运在用的，那有一片大的仓库群，那现在以后要拆掉，剩下一半是要把它改成二楼结构，那就要花钱，所以他们把这个预算编在这边，包括它增加几部的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
那些部分都在这个预算里面。那这是为了配合我们刚才讲的，有没有顾及到我们现场基隆港航商的需求。我跟大家讲的预算如果这样子的编列，是有考量到这个需求。再来第二部分，我们要试一个事情，就是说码头迁建跟设备设施的部分，也在我刚才讲这个经费的这个编定里面，总共编了20亿，从106年到110年。同样的，昨天讲的外交国防委员会那天到西岸码头去做现场考察的时候，本席也在，然后我很清楚的知道，当下我们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请教港务分公司这个期程要多久，他说是5年，那当然那时候市长也在啦，所以市长就要求用，因为时间是蛮紧迫的，看建议能不能在3年完成。然后我记得他们的回答是尽力而为，尽力而为，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尽量配合我们基隆港基隆市政府的需求来做这件事情。我刚才讲是4月8号，事实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公文要跟大家报告一下，5月17号的公文，行政院核定的，基本上行政院同意本于职权依法令规定跟续办理推动，也就是说行政基本上把这个案子，就是交通部跟国防部他们两个协议的案子，除了一些少部分在C14、C15的连外道路有些调整争议之外，其他的大方向都定好了，预算都编好了，也就跟各位报告行政院已经同意这个案子，而且已经课正在办理当中。所以我们在讨论的东西都是过去式的东西啦，其程已经进到行政院已经都 OK 了，然后两个部会交通部跟国防部已经在跟续办理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基隆市政府包括我们基隆市议会要做的是什么，要赶快督促，应该现在的主结构在主单位应该是在交通部，也就是在那个港务分公司，为什么经费是拨给他，未来码头迁移的部分代拆代建还是港务分公司，所以未来他们的需求或者他们的进度会影响到我们迁移的时程，也就是未来基隆市政府需要去帮忙的是这个事情。那我们要求基隆市政府针对他们在基隆未来港区迁建代拆代建所有的相关事务会影响到我们基隆的环境的部分，要多做审视，然后多做协助，这件事情才会快。我特别强调我们刚才讨论的都是过去式的问题，现在进程基本上已经都确认了。以上是给各位的一个资讯的建议。好，我们现在请林明志张耿辉张议员，然后陈东才议员请做准备。谢谢主席大家好。有关讨论讨论到本案昨天一直讨论到现在，可是我们的一个案子再分成三部分了，不但是一部分而已。当初的话，我记得秦议员所讲的是说，我们金港迁出基隆港的可行性报告，可是我们越谈越多的，越把那个主题越离开，当然也无可厚非大家都是为地方好。按本席来讲，首先谈到那个有关那个再次的重申我的看法。为什么当初整个来讲的话，我很同意，我们还是再次的声明很同意我们督发处在报告里面的6、7项里面所写的。今天大家因为不是说我当比较久的金人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台北港为什么不适合，因为台北港它没有任何屏障，它落差很大，落差都两三层楼啊，你不能说我金港放在那边一下子搁浅的话，等你坏掉的话，那个修理都不得了，那几亿的，那万一有什么紧急状况要出撞中间的作战什么时候打都不知道了。不好意思哦，我那落差，我今嘛的搁浅，我今嘛被满潮，我船照有办法开出去。这些种种，除了没有天然的屏障，那为什么会搞到我们基隆港呢？要迁人家早几十年就迁走，为什么？因为它有天然的屏障在，甚至于苏澳，甚至于台北很多的金井的港、金井的船都来这边避风。北部发生事情的话，它容易机动快，飞弹直接打出去。这些我们真的讲这个要有军事术语
没有的话会也会让人家 笑到大牙。为什么苏澳港也不行？它也没有任何屏障，金港都是开在这边，台风的话几乎都开在这边。我们不要忘记了，早期我们基隆港引以为生就是我们天然港、新式药港。今天只是在早期的时候，解严时代，大家都不敢做深港，不敢盖。现在民主时代，市长，你的机会来啊！我们是不是这一次不管是西岸、前出东岸也好，你是不是大胆的讲，我们外海以前在万里地区、万里地带那边，把你的瓦哈伊当村有个深港计划，为什么不提出来？你可以好好评估啊！既然中央啊很多事情啊决策以后不见得马上会做了，捷运讲多久会做的，结果还是骗呐、啊，对不对？骗基隆多久了、啊？所以本位的同仁啊，我相信多届的都被骗了，骗了再骗了啦。但是我今天啊，我一再重申我的看法，我是觉得金港签不签的话，不是我们在这边做主，是国防部、交通部的决议啦。但是我是觉得先前考量，我们要考量以国防为主。国王啊，人王啊，你再有的财产啊，都是骗人的啦。叙利亚一个案例啊，大家还不能引警戒吗？东南亚那个各国家，大家都虎视眈眈呢。什么时候会开你啊？开你我们台湾的玩笑，不知道、啊。所以不要啊，太平日啊，过久了啦，不要忘了我们的戒心啊。所以这边呢、啊，我想我的看法，我是建议啊，我们市长，台北港。它盖以后确实啊，浪费了很多的民脂民膏。为什么？它的整个潮差落差很大，大刚都在输进啊，人怎么跟大自然搏斗呢？一挖完以后，整个风沙又捡进来。所以我也讲说，为什么不能迁到那边，马上搁浅。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我想建议我们市长啊，你要大胆的，能够是否？在高层会议，包括我们交理处，你好好做一件好事情啊，把我们基隆市啊，长期以来引以为傲就是基隆港。基隆港是一个天然港，深港计划你要不要继续推？以前解严时代真正无人敢讲啦，即摆民主啊，以前也讲啊，明仔载你无去啊，你也不敢反对。早期被李叉叉、李前叉叉总统啊，把他弄到淡水港去。我们基隆市啊，从此以后我们基隆港就没落下去了。所以这一点啊，我是希望啊，市长你也是在地的基隆人啊，了解我们以前的历史，是不是建议我们中央，以及要花这么多经费，是不是还要通盘的考虑？外海就是由邮轮，一般的货柜船，内港的话就是邮轮，好好的规划，让我们基隆市啊起死回生，风华再现。这是你现在完全执政的时候一个最好的机会，也是对我们基隆市啊一个啊正确的一个明确的交代。以上啊是本席啊对于这个有关的签案的看法。好，我们现在请陈东才陈议员、韩良奇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啊。这个我想我们东客西货啊，这是中央的既定的政策。那么也是地方的需求，所以我们是希望哦，市政府这边应该要积极去推动，啊，这个东客西货。那么，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威海营区这边迁到西岸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西岸那边呢现在是在没落，为什么？没有人潮嘛。现在威海营区要迁到那边哦，所以老遐店家哦，大家出来等，讲哎，到时这边有只阿苹果伫哩啊无？大家咧烦恼咧，哦，所以哦，西岸那边现在你看晚上乌云差黑的，黑暗嘛，哦，至少我们这个舰艇在那边。每年也有个多目舰队在那边表演，每次我们的舰艇在那边开放给民众参观，游客都来很多，哦，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市政府应该要求啊中央，他
假使说有编的预算的话，应该要照既定的政策积极的来推动，这是我的建议，谢谢。好，我们现在请韩良启韩议员、陈志成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我还要重申，我们基隆人太温和了，然后我们的议题想什么我们就跟着走，跟着走就像刚刚我也听到很多同仁替市政府做报告，我搞不太懂。事实上这种问题我们现在要不要把它赶离开基隆，让基隆的港可以完全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往我们的方向去走的港，而不会因为有军港或者有什么东西影响我们基隆港的发展，这是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去争取的目标跟最大的课题。所以呢，我也知道有一些什么电子设备啊，不能够迁移啊，或者说怎么样，那它可以做配套。然后现在的战争难道就是需要这个军舰在那边保卫得了吗？这都是一些真正的不应该在现代上去做说明的东西。尤其国防部等于说搪塞我们，去借由军事借由某些目标来说这个不能签其实现代的战争根本跟军舰可以说只有军舰只有在尾末期去做一些扫荡工作，他能做什么？尤其我们台湾连菲律宾都不敢动的话，有什么还要海军嘛？对不对？钓鱼台护不了，什么我们的什么鸟鸟礁也搞得台湾这副德行，我们只要有海巡就好，只要有海巡就好了嘛。我们不是说我们台湾是警察国家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如何让基隆往前走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现在那边为了东往西，西往东南往北，这不是重点。我们怎么样让基隆港成为一个所谓的真正的观光休息港，或者让我们基隆港完全成为国际的商港也好啊。但是呢，我们接到国防部接到谁的讯息以后，我们就往这边走。那请问你市长，你有没有方向？我们的方向应该要怎么走下去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呢，本席坚持希望我们基隆市政府强烈对中央要求，你把你的作战需求，把你必须要有基隆港要有军港的理由向我们基隆市民说明清楚，然后让我们基隆市可以接受，否则的话我们要你滚蛋啊，谢谢。好，我们先请陈志成陈议员发言。蓝敏煌议员请坐准备。我想我们大概要先向基隆市民说基隆港为什么不要军港的理由吧，因为军港是从古早以前到现在了，不是突然要冒出来的话。那我想基隆港在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坚持要做台北港，基隆港就定位在东客西货，因为很多的货轮会移到那边去，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万海也走了，长荣也走了，通走原在于说基隆港范围小，然后大概进来船不会太大。那事实上我们基隆港到现在为止还是高速机啊，大机都还卡掉，都没在叮当，只有东岸这部分有一点在动，西岸也有偶尔有一些在动，几乎这个整个商港的功能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东客西货是一个从李登辉以来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到现在也不可能去动摇它，因为台北港现在是越来越完善，黄波堤继续做下去，将来它那个货运大概都会跑到那边去。
所以我们基隆港生存之道，其实从林水木第二任到李基隆开始，就是从东岸这边尽量从这个邮轮客运这边继续去加强，所以才有这个东岸停车场大楼的这个规划，后来这个规划也没有了。为什么？为了这个政党恶斗，把这个可以做到的事情把它摧毁掉了。那我们今天是要赶快把它修补哈。那么这个因为正好有我们的同仁在担任这个立法委员的助理，他是做一些提供大家做参考，他也不是做咨询，让我们有一些资讯。那么这个资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一个既定计划，一步一步在做，到最后可以让我们基隆港东客西货的目的达到以外，在东岸这边可以整体通通变成这个客运的部分。我们从这个东岸客运大楼的改建，或者其他腹地的扩充，能够让更多的游轮能够停靠，这是一步一步渐渐要做达到的事情。那从预算编列，时程也排定，这可以说是煮熟的鸭子。那我们要让这个煮熟的鸭子把它丢掉吗？不是飞了，煮熟的鸭子一定不会飞，一堆鸡心落凳嘛，你给人不爱，我就卖叮当。基隆港不是你基隆市政府要动就能动的，是要中央答应点头，不管是国防部或者交通部，他是管理基隆，还有管理基隆市部分有预算分配的可以扣住你。你说一天到晚一味要跟这个中央来对抗，我们基隆市已经找了一个不得已的最好的方法，而且已经逐渐要开始进行当中。我希望说哦，我从昨天听到今天也听到很多国民党籍议员或者其他的在党议员很支持这个案子，希望赶快把它推动，让基隆市民能够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基隆市能够过得更好。我希望不要因为说意识形态把这为了基隆市发展好的事情用种种说辞、种种的理由要把它摧毁掉，让基隆市继续原地踏步。我想大家不是这种想法哈，所以希望说这个大家都讨论完以后，既然我们影响不了、动不了中央的计划，都是在基隆港区范围在那边动的，用的是中央的钱，中央会去进行发包。我们来发表一个，做了一个决议，既违背了基隆市将来进步的这个机会，而且让基隆市可能会很艰难的发展，做这种决议的话，哈，我想既无效又贻笑大方，然后市民看了，我想也不会有很好的这个看法哈。希望说，这个等一下议长针对这个做决，既然是已经决定要做了，已经要做了，不要说因为我们这样让中央说得到个机会，钱也不花这样了，对吧？讲安呢？要分对家来这些钱，你不爱用，不爱用，许多人去有别人用，啊，基隆市就完蛋了哈。希望大家站在为基隆市着想哦，希望赶快市政府配合这个中央，赶快去推动这个案子，让基隆市能够大家能够得到这个益处。谢谢。好，谢谢我们陈志成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蓝敏煌蓝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哦，我想争取啊。东武军港的迁移啊，这个是府会啊多年的共识。那么好不容易啊，在103年马总统执政期间啊，已经政策决定了迁到西岸，这个时候再来建议迁到台北港或苏澳港，这个建议本人同意啊，但是我觉得已经为时已晚了。我把我个人啊争取军港的过程提出来给大家参考。谢国梁立委期间将近10年的时间，我都跟他在争取，所以我很清楚
我有跟他跟国防部接洽，跟海山军区的司令接洽，历届的海山军区的司令我都很熟，因为都在关心这个议题。那一开始国防部也反对，那个港务局都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国防部他有战备的需要，基隆港有历史以来就是什么军事要塞，侵华战争就是从基隆港打上来的。二战期间啊，基隆港就是最好的补给港，它有天然的屏障。再来，为什么不能迁出台北港？为什么要续留基隆港？咱基隆市为什么有这么多弹药库？市长你知道吗？就是要那些弹药啊，就是给军舰用的啦，包括翔龙街，包括七堵，这是本席的了解。所以，我有这方面直接的接触，我来人同意啊，军港不要迁移台北港或苏澳港，因为国家的国防最重要。啊，无大家嘛知影，我嘛知影，刷离开家人上好啊，问你做不到？难道中央是猪吗？都评估过了，我跟各位同仁报告，迁台北港、迁苏澳港都不行。很简单，市政府的报告嘛就清楚呀，我们何必节外生枝呢？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第二个，我现在担心的啊，是蔡英文总统，你会不会跳票？各位看看，五二零才几天啊，很多新的政策已经跟马政府时代不一样了。我们早上啊去干什么？去护渔啊。为什么要去护渔的记者会？因为昨天啊，日本首相的弟弟啊，跟蔡英文碰面之后，回国竟然片面的宣布，他跟我们台湾达成共识，台湾要撤舰护渔，这还得了？如果是真的，这是丧权辱国的，这是不顾啊我们渔民生计的。日本在冲绳鸟岛的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主张是违法的，是海盗的行为，我们要严加斥责。上面有说海洋大学的学生啊，海洋大学就海洋法律研究所啊，大家都知道啊，日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啊。我们要捍卫渔民，捍卫主权，绝对不能跟日本私下妥协，要捍卫到底。咱就是我即摆是惊讲蔡总统唔知政策阁转弯无，因为马总统103年啊，已经开记者会宣布啊，2017年啊要把军港迁移，要投入152亿啊来做一个旗舰的计划，这不是给人上好希望吗？那迁到西岸以后，我再跟大家报告，海山军区包括陆战队啊，有200多个士官兵啊，这些人到了西岸去以后啊，咱边仔遐个店面生意会加足好个。哦，我要讲的是说，建议都利益良善，可是政策已经确定了，如果议会还要拿石头扎自己的脚，各位去想想看，这样对基隆是好事吗？那我现在要回过头来，我要知道的、担心的是，我要要求市长，103年。行政院已经正开记者会宣布要做个计划了。104年6月火车站开幕，市长你当面要求马总统承诺不能跳票，马总统也承诺喽。可是啊，你却在104年12月立委选举期间啊，你竟然开记者会说啊，军港案迁移啊都是卡在马英九总统议而不决，使相关计划无法推动，这点我就不能认同了。103年已经政策宣布了，104年6月火车站开幕，你当面要求他承诺，他也承诺了，你竟然在年底自己开这个记者会，政治操作，这是不负责任的，那就鬼给他算了。我现在要用市长你的态度，我想你支持东岸迁移，这个是没有变的了。我现在要求你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我们的蔡总统宣誓承诺，本案要如期完成，不得跳票，这才是本位该关心的。市长，你能不能做到？
我希望你能做给基隆市民看。如果这个案子跳票，你就对这么基隆，好不好？以上说明，谢谢。好，我们谢谢南美环保会见。我们现在请庄荣清庄议员发言。谢谢主席。我想本席在这边再重申一次，我想在议会没有人反对金港的权益，包括卫海营区。我想是建议，既然要迁移，是不是往台北港来迁移，让基隆港整个能够来蓬勃发展？哦，我们的用意是这个样子，不是反对金港的迁移。我想希望说大家应该要搞清楚，中央无能累死地方，主帅无能累死三军，不是中央一个口令，我们地方一个动作。只要是对地方有发展的，对地方有帮助，当然我们举双手赞成。那如果说对地方有影响的，当然我们要据理力争，我们要建议中央是不是能够在这方向做个修改，对不对？所以说既然东这个金港的迁移是定案，是要往西岸，那是不是能够建议中央 是往台北港的方向，也是另外一个选项，让这个中央能够来对这方面能够来参考，而不是反对金港的迁移。我想大家是应该要搞清楚，所以在这边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做个清楚的说明。我想不应该由我们本会同仁来帮你们来说明，那表示你们市政府不用心不认真。所以在这边希望说我们所提出的，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做个详细的说明，谢谢。好，谢谢我们议员同仁。我们议员同仁还有没有人要发言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了。
好，我们各位同仁，这个案子啊，从昨天下午一直讨论到今天早上，可以说已经占据了一天的时间。当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个迁移案的问题哈，大家都是为了基隆要更好。那么，我想你让我讲一下，我想说我这案子干脆用搁置好不好？啊，有你听我讲一下，如果以后我们还有同仁要提出，我们再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因为现在，因为很多议员，对啊，这样好不好？好，施世明施议员。啊，谢谢议长啊，我想对搁置啊本案啊，我不能啊认同哈、啊，不能认同。首先就是说啊，我昨天下午也发表了很多我们在地的声音啊，发表很多在地的声音，还有包括整个基隆港，哦，基隆市啊的改造，啊，包括啊整个啊基隆港的对外竞争力，这都非常重要。特别就是说，我们那边的污染真的是很严重，很严重。那我希望就是说啊，能够分开两岸来处理。第一个就是说，有关啊军港码头的迁移到西岸的部分啊，能够啊请市政府啊尽速办理。第二个，如果说军港的部分啊，另外将要提出啊，就是说军港迁出基隆港的这个计划案啊。因为知识体大，应该是这个案子啊，能够让他就是说，将来就协同，啊，我们请国防部跟交通部，哦，包括我们基隆市政府一起来研议啊，或者是办理啊现场一个会刊，啊，另外组织这一个案子啊来作为办理，我想这样比较恰当一点，啊，以上建议。好，要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我做以下的结论好吗？我们也不要请徐处长跟市长那个，因为这案子我们大家讨论了很久，因为大概讲的内容都差不多。要不然我再做。蓝议员蓝敏华，主席决议之前呢、啊，我们应该听听市长的意见，好不好？请市长先说明一下，主席再来做决议，谢谢。好，我们请林市长。好，谢谢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先进。好，我想昨天跟今天各位议员都提出了各自提出了各自的一个观点还有建议啊，我想我都予以尊重。那另外呢，其实对这个案子有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案由这个东岸军用码头迁出基隆港进行评估的部分。我想刚刚其实好几位议员也分别都有提到哈。那我不再多表示意见啊。那在这个报告案的第六跟第七点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哈，这是军事跟国防的一个专业跟作战需求的考量的部分啊。那第二个是大家刚刚有提到这个军港西迁的部分哈，蓝敏华议员特别希望我这边能够表达我的态度。其实这个案子其实。我的态度就是，只要中央一核定，我们就是全力协助配合推动。第二个就是，我也会来敦请包括蔡英文总统跟这个新的林权的内阁呢，行政院长来全力支援支持这一项政策的一个执行。做以上的说明，谢谢。好，我们议员同仁来，我们庄荣清庄议员。谢谢主席。我想在这边建议基隆市政府是应该要朝这个两个方向来努力的哈。那这个金港的迁移，我想大本会同仁是没有意见，只是说迁移的地点到底是迁移到西岸，或是迁移到台北港，我想也应该向中央来反映说，既然我刚才也提到，既然我们轮船工会、我们船务代理工会、我们装卸工会。都已经向本会很多同仁来提出陈情啊，希望说既然要迁，是不是往台北港来迁？所以也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做这个建议中央，是不是能够朝这个迁移台北港的方向来努力？我想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我们以前基隆港在还没有台北港的时候，基隆港那时候几乎要一个船期是非常不容易。只要船到基隆，一定到外海去等个一个礼拜，他才有机会
进来基隆港靠泊。那我们希望说，我们不要因为李登辉当初当总统的盖了这个台北港，造成基隆港的没落，造成基隆港失业率那么严重，造成基隆港的没落。我想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所以说在这边建议我们基隆市政府是能够建议中央，哦，既然东这个金港迁移这个是既定的政策，是应该朝两个方向，是西岸以及台北港，来等这个下次会再跟我们本会来做个报告，到底它可不可行，到底它困难在哪里，也让我们本会同仁能够来了解。谢谢。宝贵意见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如果搁置大家不愿意搁置好不好？好，那要不然我再做一个怎么样，可以吗？啊，好，那此案搁置。好，我们进行下一个议案。我们请交旅处，我们李处长起来做报告。李长好，各位议座大家好。那针对七堵区的这个客运接驳转运站，那还有麦金转运站的部分，那交旅处在这边做简要说明。那转运站一般来讲，因为这两个转运站它有一点性质不太一样，那首先转运站它的规模来讲的话，一般我们依照它实用性还有安全性的考量的话，转运站一般可以概分为那个单核心和多核心的。那像台北市它有很多个那个转运站一起来规划，是那个是多核心的。那像我们的都市是比较简单的话，是以单核心来看。单核心的话，它原则上它依照规模来讲的话，它有分为几种。第一个就是转运中心，它的设计面积差不多是约略的哈，是差不多2公顷以上哈。那还有转运集散站，它是差不多1到2公顷。那另外就是转运的招呼站哈，这个差不多0.5到1公顷左右，这三种类型哈。那麦金转运站的话，它的面积差不多是1.14公顷左右哈。那我们把它初步定位是在第二级的转运站哈。那在第二级转运站的话，它的设施哈有包括这个公路客运的车辆的停车场地哈，还有私人运具的那个停车场地，还有乘客的候车休息区，还有乘车的这个月台，那售票窗口，还有简易的贩售处哈。那其中简易贩售处的话是提供这个转乘旅客的这个临时性的需求为主哈。那这个例如像小型的便利商店啊，那这个像有点像罗东转运站之类的哈，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哈。那第三点哈，就是第二级的转运站，它主要的功能是服务同一个运具间不同系统的那个转运哈。那类似例如是服务长途的客运，还有那个市区公车的那个旅客转运接驳为主哈。那这一般的话，它是主要靠近这个人口集中的地区。那长途客运旅客可以透过转运站进行短距离的接驳哈，这个是这第二级转运站的功能哈。那我们这个案子哈，在七堵转运站的话，因为它事实上它是在不是在人口集中的主要的那个明德一路那边哈，那而且它现况并没有那个长途客运的经过哈，所以我们之前是没有把它规划成现阶段就要去做哈。那但是我们也是考虑到有可能会有潜在的需求，好，所以我们也邀集了哈。事实上，我们邀集了本市所有12家的客运，还有公车业者，包括市区客运、还有国道客运、公路客运，全部我们都有邀集哈。那也了解他们参与这个七堵火车站旁设置转运站的意愿哈。那各业者他的意见哈，那有会诊如下哈。第一个是目前只有3家的业者哈，包括有基隆客运、四公车，还有新北汽车客运哈，那在七堵火车站的附近哈，它有设站。这个附近包括在光明路，还有在明德一路哈。那但事实上都是中途转运站，中途站哈，并不是那个整个起气的场站在那边哈。所以他那个各个业者，这三家业者，他认为是没有转运站的需求哈。那第二点的话是七堵转运站的规划在光明路上，对民众来讲，他认为是不便利哈，因为明德一路的那个居民比较多了，上下车的需求哈比光明路来的高哈，
所以目前来讲，它主要的话都是在，光那个在明德一路那边去设站，好，那只有 R 线的部分的话，有部分的话是经过这个光明路，那另外就是公车处的部分的话，我们也特别征询他的意见哈。那公车处是认为，未来七堵转运站即使建制完成以后哈，那他这边也没有能力去提供这个转运到这个市区的公车哈，因为他这个需要另外再调拨公车还有人哈。那另外这个潜在市场可能也是可能有问题哈。那未来如果没有大量的商业设施的话，那业者都认为他这是没办法吸引人潮的哈。而且业者进驻转运站的需要支付费用哈，未来营运的成本没有业者愿意进驻哈。这是我们找了，目前我们，基隆市12家所有的，客运业者哈，来跟他们，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们目前哈，我们经过考量都市发展，还有民间投资意愿，那另外还有交通转运的需求哈，那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七堵火车站旁边以 BOT 方式新建转运站的这个计划暂缓哈。那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去年6月24号的时候哈，我们也已经有邀集开过会哈，那当初也是考量到就是我们也找过国有财产署、台铁局哈这些单位来参与哈，那也是认为商业活动的那个强度还不够，所以我们建议是暂缓哈。那所以我们目前哈，我们也是克服了困难去协调的这个国有财产署哈，那希望用平面停车场的方式去办理哈。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已经达成了哈，那所以目前的话是当做临时停车场的使用哈，那暂时也可以解决部分那个该地区的停车场不足的问题。那未来如果商业活动有比较充分的时候，好，我们再来检讨研议说后续的办理方式。那第二个是麦尖转运站，好，麦尖转运站的这个部分的话，它这个面积是3公顷多哈，那它是位于在安乐商圈的旁边哈，那在靠近那个交流道。那事实上整个安乐区哈，那要到台北的必经之地哈，是在那边麦尖路哈，所以它的那个车潮是很多的哈，那现况通过的那个交通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哈，那所以依基地的条件，它事实上是适合建置这个转运中心哈，是一级的那个转运站哈，那一级的转运站的设施哈，我们就会有包括它整个客运的这个停车场，还有一些私人运具的接驳，还有接送的这个停车场哈，那另外还有计程车的排班空间哈，那另外还有就是乘车候车的这个大厅，还有乘车月台，还有售票处、餐饮服务设施哈，这个是目前我们规划的这个，希望它达到这一级转运站的那个规模哈。那事实上它的功能哈，它有提供就是不同的那个运具的转乘哈，所以会有 kiss and ride、park and ride 这些方式哈。那另外就是长途和汽车客运哈，都会在那边可以去做一个转运的动作哈。那目前来讲哈，那个进行的那个进度哈，就是因为它不是我们的地了哈，所以我们目前是要先进行这个用地的取得，才有办法去做后续的这个规划设计工作。那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先跟公路总局去争取这个公运的经费哈，那公路总局原则上是公运经费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地不是我们的，所以他把我们这申请案又打回来，他说我们这边要先解决地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目前的进度哈，就是针对这个用地的取得的部分哈，有分三大部分哈。第一个就是公有土地的遭占用这个问题哈，那这国有财产署已经在进行了，有部分也已经拆除了。那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对那个基地的那个租车的那个部分哈，那他现在好像也已经达到最后准备要定验了，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很快就有结果。那第二个是公有土地的没有占用的部分哈，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内部已经在牵扯了哈，那近期就可以跟国有财产署去申请拨用。那第三个是私有土地，那这个是很小的哈，只有600多平方公尺，那这个后面我们再另外的筹措这个相关的经费去办理这个土地还有建物的这个征收补偿。以上报告。好，我想请张耿辉张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啊，大家好，李处长，你报告啊，
真的，我要想到这个案子啊，我就他妈血压就要开始上升了，一肚子火。你真的比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还厉害，你知道吗？已经上线，已经要实施了，你有办法把它变得把那个暂缓？你真的厉害啊！他已经期待多久了？哪一个他妈台湾省他妈第一大站没有转运站的？搞定！你真的是他妈齐天大圣孙悟空啊！你们怎么跟医委报告的、啊？当初他妈七月几号报告，你们把它拿出来看一看。102年的7月10号，吴业用要用出山法，签去签约，当初还有规划，规划在哪里啊？你真的很厉害啊！我想到这个案子，我就一肚子火。市长，是你指示的，是不是？一定要做的，你有没有跟看啊？说什么没有人潮？那以前这一些前朝的，我们议会当作我们疯子啊，逗着笑哟！真的对你们很客气哦，你怎么对得起啊？还服务中心呢，每次就有个弄一个人潮不够，人潮是靠政府建设去创造的，不是永远不创造就有人潮啊。当初为什么会盖转运站呢？一个。休闲农业、观光休闲的，那个转运那个公车都没有。台铁的捷运化、公车转运化，那些下来的市长，你有没有去看看那些游客？有人家挺贵的，就是乱搞。我告诉你啊，我是无党无派，对的，我绝对支持你。乱搞的话，我就不管你天荒老子啊！你这报告什么啊？讲一个来搪塞本会啊，那当初呢？当初怎么会规划设计会啊？规划会还好的，架构拨用3亿多，国有财产署台铁的跟本会跟普会要促商法，采取促商法，决议都写得很清楚。上任以后，市长上任还有交代你。找个糊弄糊弄，对着这基隆市民啊，你怎么去发展？发展观光休闲，连个转运都没有，发展什么东西啊？人潮是靠你去转，去把它带进来的呢。你可以把那当初也建议，你还没来的时候建议前任的局长、处长，把那个高雄啊那些游客，把它转进来。转到那边再接高铁，坐我们七堵的大站，甚至有普悠玛都在那边停。哎、欸，那个、啊、处长，真的我现在不爱你了，啊，真的是不爱你了。你要监督状况啊，不是说爱你你就找一些来什么搪塞本席啊，本席是对事情啊。所以说讲多久了？你这样能接受吗，市长？我想听听你的，你是把前朝的否定掉，五月份的，我告诉你，你们再把那个是再调出来看一看。7月10号，102年的7月12号，7月10号，一定嘛，赶紧简报哎。其中里面，我再念你给大家听，好，记得听清楚啊。最后面后续推动状况一。议定于议于105节的上行完成本促参案的签约事宜，由民间厂商以 BOT 方式新建本转运站。各位问，105年，那视若无睹啊，那议会干脆关门了啦，你们让他走的让他走啊，是不是啊，李处长？你是否定前朝所规定的，还是本会所规定的、啊、还是目无瓦纪啊？裁定他出力啊？市长要说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暂缓，哪几个说人潮？那以前呢，规划的这个是糊弄本会啊，规划在做花的，还有14部大卡车，
六部带带车备车的，你没有弄，难怪胡来啊，会很生气啊，胡来，你发展观光休闲的，连一个他妈连一个公车都没有，发展什么东西啊？笑死人了！啊，三井我没开，我一去请班都在开，这三万六千呢，三亿六千万呢，一个转运站呢，基隆市一个一等站竟然没有转运站，给人家做得出的，当初已经都讲好的，你既然你上任啊，比司马光还厉害，七十二遍，就把它变化过来了，总执行还得看的、啊。张议员不要生气，我们李处长请你尊重本议会的所有议会同仁。我们现在请杨秀玉我们发言，然后请政员做准备。谢谢主席。刚刚哦，针对我们这个李处长哦，您的报告事项哦，我想哦，当初我们这个七鲁这个转运站这个主要的目的哦，它是要服务我们的安乐区、国家新城还有这个暖暖区的市民哦，搭公车或者是计程车到七鲁换火车到台北嘛哦。那你在这个报告事项中，是这个报告事项里面这个第四点哦的第二项哦，第二项哦，你在写说明德一路上的居民较多，上下车之需求叫光明路高，这有什么关系嘞？感觉有点好像答非所问哦。明德一路要去台北，行咯吼，咱徐处长嘛，伊待七岛哦。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的你们贵党的我们的那个审查会主席那个我们的那个苏议员哦，阿金啊，他在七堵住了六十几年了，啊，阿你赶紧泄露列年龄，我给你。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张议员嘛，多少个闺女啊？我唔七多人，可是我也住了二十几年了。啊，对了，还有你也是七六的。你这个报告书里面哦，你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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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公车到七堵什么转运站换火车？同样第四点的第三项，你又说未来七堵转运站的建制完成后啊，没有能力提供这个转运旅客之到这个市区的公车，到市区的公车。本席如果没记错的话哈，在这个前任市长我们的张市长就是因为这个知道这个公车处的公车司机哦人数的不足嘛，所以才将这个台铁这个捷运化的接驳公车啊，有些公那些捷运客运哦，这基隆客运现在这个营运的这个 R81、R82嘛，这个市公车哦，那营运前的这个公开招商了，那委托基隆客运来经营，这第四点第三项啊，你等于是公会委啊，这报告什么怪人给你吐槽啊？那你未来七堵这个转运站啊？如果说完成了、啊，本席相信了、啊，负责这个转运站内的这个市公车啊，绝对不会是公车处，一定是要公开来招商，由民间的这个客运的这个公司啊，比如像这个大都会或是基隆客运等来经营嘛。还有你报告书中哦的第五点哦，这第五点我看了好几次，你已经有就先入为主，你认为没有民间会投资的意愿，你连上这个招商的说明会都没有开过，你就认为民间没有这个投资的意愿，难道你跟台铁台长有那么熟吗？还是私底下有询问过他们的意见吗？还是你有找很多的财团来看过？你在市长室有在市长室内有开小标吗？没有财团愿意来标，是不是如此？要不然你这报告书中的第五点啊，你凭什么？你的凭据是什么？这份报告书的内容啊，进行尊比被两行图进行吐槽。还有前天就是这个5月23号，这个有一个新闻稿，就前天的哈，这份这个105年5月23号吧。基隆市政府地震处的新闻稿哦，公布于基隆市政府的这个地震处的网站，你也在可以看一下哈。七堵区哦，无论是住宅区房地的均价，或者商业区房地的均价，皆为基隆市这个的最高价钱嘛哈，也因此在拉高整个全市的房地的均价。市长，你也在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啊，也证明了我们七堵区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啊，也真搞不懂啊，七堵区啊。这个客运接驳转运站暂缓一案哦，又是请哪一位天龙国的官员啊？还是你所谓的这个专家学者写的，错误百出又不专业，难怪这边我号人工执政团队哦，这林市府你的执政团队是天龙国来的天龙特工队，我感觉哦讲的都很想笑，讲的好像有点贴切，我自己都也是讲的很想笑，这个是大家外面的人讲，不是我讲的。我想哦，市长，您所做的任何的决策，如果你继续用这种轻浮不用心的态度来治理市政哦，
我想基隆市的前景一定会一片的暗淡哦。拜托市长，你是不是能够多找一些真正了解基隆市的官员来辅佐你我相信对基隆市的市政是有帮忙的。我想自从这个雪隧开通以来要到这个宜兰、花莲旅游的旅客，包括我们基隆市的市民，也都不会路过我们基隆的市区呀。基隆市对外的主要的交通枢纽，应该是首推我们七堵区啊。我想我们所有同事应该都知道，除了要到我们基隆，除了要到我们基隆或者到金山、万里或者瑞芳、双溪、芙蓉，若是你们要搭乘台铁七堵站更是我们北部这个大站的不二选择嘛。那七堵是可以说是基隆市的一个门户，七堵区这个客运的接驳转运站更是刻不容缓的一个市政的一个建设啊。当初在张前市长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到市议会在做报告，更得到大家同仁的一致的一个认同嘛。我想有非常多的国内的知名的开发公司，也非常期待及感兴趣，很有这个意愿来投资嘛。那么因为我们七堵这个客运这个接驳转运站是连接这个台铁的七堵站，如果这个捷运延伸到基隆市，更是必经的一个枢纽啊。台铁捷运客运这三站的共构是非常有前途，也非常有商机，本席也是非常的不理解。市长，你居然要把这个议题暂缓来执行，你的团队包括林市长，您对基隆市政的整个环境，本席只能用一句话非常不专业来质疑这个林市府您这个团队又是哪一位您所谓的专家学者来建议的呢？我想转给人企业市民都知道，在基隆市七个行政区之中七堵区是最便捷的一个行政区，平均房价平均房价也可以说是最高空屋率也是最低这真侪人要来七堵买厝是买无厝的，因为他七堵离台北市很近嘛，你还要暂缓这个搁置这个此案本席是深感非常不解，又想把捷运延伸到基隆，就算捷运延伸到我们基隆市好了，试问你有可能没有经过七堵区吗？不可能嘛！七堵区在整个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非常重要的。我想无论捷运有没有延伸到基隆台铁七堵站已经是我们基隆市民最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七堵、客运它的接驳站的一个重要性是跟台铁台北站的一个京都大楼客运接驳站是一样的重要。您的团队居然要暂缓此案，不怪南宫林市长的执政团队是天龙特工队，我自己都很想笑。本席代表全基隆市市民是不是拜托林市长，请你邀请您所谓的专家学者所做的评估这些专家学者要先了解基隆市。本席马吉林维公，你请人家换一批的专家学者，你这批所谓的专家学者空有学历，天龙一国，对基隆市一点了解都没有，没有一个实务的一个经验。你是以台北人的思维来治理基隆市政是很危险的，这是因应我们亲民党宋主席的一句话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更可怕。市长，你一直用这个台北人的思维来挑战我们基隆市议会，你用一些不懂基隆市您所谓的专家学者的一个数据来治理基隆市的市政，也在恭喜灰熊灰熊的不一样。难怪外面现在很多人把你讲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都说你很不专业。针对你一直在推动这个西岸码头这个都更案，我想此案在张前市长也这个规划设计也流标三次，我想你们这些同仁都应该知道。我想这个流标正在，我想这个很简单沙头的这个生意有人做了，赔钱的生意绝对没有人做了。市长治理市政要专业、理性、务实，不要用您个人的思维来治理市政我想你不会就很多这个外面的很多人来给你形容功力，你不会带领市政我希望你不要让人家看笑话，不懂要请教一些市府前辈。林市长，本席是邀请你是不是可以在上下班时间或者跟李处长就是到台铁七堵站你可以去做个考察，您就会发现台铁七堵站周遭气质五瓜白田你可以问我们的那个张议员或是我那个叔叔，那个所在在讲汽机车真的很难停人潮有多少，商家有多少，摊贩更是多到各式各样的食物及点心也是我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地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希望说针对我们这个台铁七堵站这个重要性我希望基隆市七个行政区七堵区可以说是对捷运来讲是目前来讲是比较没有这么迫切性但是因为七堵区就有两个火车站，一个是七堵站，一个是百福站，
一个捷运要延伸到基隆市啊，捷运也一定会经过七堵区嘛，你想暂缓这个搁置拢无可能啊，你又努力要争取来那个杨议员不好意思，我确定一下现在时间12点，好，我们杨议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再休息，谢谢，请你一直又要争取这个捷运，你又要暂缓这个七堵客运这个接驳站，这种思维啊，本质相当的不解，难怪有很多基隆市民都觉得你好大喜功，你可能是西岸码头觉得有比较焦点，比较好作秀，莫弄做几挂标炳功夫啦。用台北人的思维来看基隆哦，台北人我想只知道基隆是一个庙口跟基隆港。林市长，你的思维跟台北人思维是一样的吗？基隆人的思维是使用大众运输哦，到台北市哦，可能就是大概就十几分钟就到，10-20分钟到了。没有基隆会在乎说到基隆庙口要多久的时间呐、啊？才会在150这前天这个基隆市地政府地震处这个新闻稿里面证明七堵区啊，临近台北市，它的交通位置的重要性是每个基隆市民及外来人口居住的一个首选。若您继续将七堵区客运接驳转运站暂缓执行，对你的市政满意度绝对一定是负面的。林市长，本席建议严重的抗议，反对七堵区这个客运接驳站这个暂缓议案，谢谢。好，谢谢我们杨议员宝贵意见，我们下午继续此案第三案，好，大家休息。